刚加到侯府一个月的信息，竟然敢跳湖自尽，下地狱去吧！啊！我怎么变成女人了？一定是手镯导致的穿越。别以为嫁入侯门是什么好事，不就8块腹肌吗？我也有。不知廉耻！你们这个侯府太危险了，一个个都不是战场。 我得赶紧拿到手镯穿回去。放肆！侯府的传家宝你也配看？跟外男鬼混，还让他画这种下流的淫画，你可真是个人尽可夫的荡妇啊！来人，拿下这贱妇陈塘！你们几个都给我听好了，我柳熙昭不是软柿子，随便你们捏。不管他知道多少，这人都不能留了。小心！死士为什么要杀我？你们侯府的人都该死！我要一个一个。 全部闪光！我就是想让所有的事情都恢复到它本来的样子。不管你去到哪里，你都得带上我，不然我不准你去。如果我真回不去了，能跟你在这里相守一生，应该也挺美好的吧。